今天，在难得的机遇下，就相关的问题，我们有幸采访了世界佛教高僧大德净空老法师。尊敬的师父上人，您好。你好。无限的感恩您接受我们的采访。2010年6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欧盟执委会发表的报告说，要大幅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唯一的方法就是全球饮食的重大改变，摒弃所有动物性食品。如果不禁止或限制吃肉，整个地球都会灭亡。这关系到所有人的生死存亡，已经不是个人的抉择了。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耸人听闻，是否言过其实呢？恳请老法师您慈悲开示。这个说法了，我觉得他所讲的是现前社会的状况，确实是如此。这个饮食这一方面，让我们想到我们在童年的时候，在抗战期间那一种朴实、健康的食物。跟现在相比，让我感到非常怀念。现在的饮食确实让我们每一天提心吊胆，因为它不正常了。人不正常啊，问题就会出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饮食起居。那是最健康的。中国古人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左传》所谓的“人其长则夭信”，我们把这个正常啊放弃了，妖魔鬼怪都出来了。妖魔鬼怪扰乱社会，扰乱情绪，带给我们的灾难。所以，今天这些人发现。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信息。感恩您。那是否有人说了哈，人是地球上的高级生物，万物之长，日弱强食是大自然的规则。那动物天生就是被人杀的，被人吃的，人们吃它们天经地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就说吃肉有什么不好啊？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吃肉，我为什么不吃呢？请师傅您慈悲开示。我就是不吃。您就是不吃。对，我从26岁听到佛法，半年之后我就把肉食断掉了。我年轻的时候在学校读书，曾经接触过基督教跟伊斯兰教。那时我最反对的是佛教。因为对佛教不理解，这个古兰跟圣经啊，还有人讲，讲的听听还有一点道理，佛教从来没听人讲经过，而且它比较深，经典也看不懂，所以产生很多误会，明白之后啊，才晓得我们造的罪业很深。抗战期间，我是学了3年，就学打猎，所以杀生不少，知道这些因果报应。世人真的像佛所说的，你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佛说了一句话，叫"人生酬业人生酬业"，酬偿你的业报。你做的善。你来享福，你造的恶，你就来受罪，这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那我一想，过去3年打猎，杀生那么多，给这些众生结了冤仇，这种冤冤相报非常可怕，所以立刻就选择素食，而且选择素食呢是有道理的。
我们世间人只懂得卫生，保护生理，吃得要干净，要新鲜。那么更深一层的，我觉得是伊斯兰。伊斯兰不但重视卫生，他懂得卫性，保护我们的性情，性情。哎，所以他关键的情绪啊，如果说对我们带来不好的情绪，这个东西也最好少吃的。佛教里面的五荤菜，五荤菜，哎，荤，你看是草字头，哦，草字头，对呀，荤不是肉啊，哦，哎，说五荤菜是葱蒜、韭菜，啊，浇头、小蒜这一类的，这一类是为什么不吃它的？性情不好，生吃容易动肝火，哦，发脾气啊，对，容易它促进你发脾气，哦。熟吃的时候呢，它产生荷尔蒙，哦，容易引起性冲突，哦，冲动，哦，是这个原因的，哦，啊，所以开放的时候呢，七十岁以后，啊，大概你心情定了，这个就不那么重视了。那另外一种呢，如果是药用都可以，药用可以，哎，对，哎，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饮食都不健康。和大蒜呢确实能帮助我们解毒，哦，哎，帮助我们杀菌，哦，哎，所以这个东西在现在来讲我觉得是必须的，哦，哎，所以早年我们在台湾这个华藏视听图书馆韩馆长他就规定每个星期一定吃一次大蒜，哦，哎，一个人至少吃一半两半生吃，啊，生吃才管用，生吃才管用，生吃管用，杀毒是吗？是啊，对对对对对，哦，帮助我们增加抵抗力，抵抗力，哎，对，是，这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佛法是讲理的，通情达理，它不固执，虽然这五种东西，大多数人一定要禁止，特别是年轻人，哎，所以年岁大的有病的。如果医生叫你吃的话，是可以用的，哎，所以这个饮食一定要重视。动物实实在在说，不应该吃它的时候，它是一条命啊。它是一条命。对呀，嗯。所以说，弱肉强食，这是什么？这是冤冤相报的果报的现象啊。嗯。过去，它吃你。今天你吃它，我们觉悟了，过去它吃我算了，现在我不吃它了，这多好呢，这个冤结就解化解了，要不然这个结解不开呀，生生世世抱来抱去，双方都痛苦，尤其现在的肉食，四年前齐居士要我去访问这个德州庆云，带我去看一个养鸭的一个基地，啊，这个地方养的鸭子，他告诉我供养这个北京烤鸭店啊，占三分之一，哦，这么大的一个数量，我去参观，他在里面滴了个小鸭，放在我手掌上。跟我手掌一样这么大小鸭，他问我，他说法师，你看这个鸭出生几天了，我说至少要一个星期到十天才能长这么大，他告诉我昨天出生，哎呦，我吓了一跳，我说你们这个鸭子养多少天呢，拿到北京是在啥？两三个星期，这还能吃吗？这是用化学激素催化的，这决定不健康啊！所以我当时告诉我身边人，这不能吃。他所吃的东西都是有毒的，不正常啊！他的蛋也不要吃了，
那以前我们不知道，亲自看到了，所以杀一养一条猪一两个月就宰掉了。在从前，猪一般农家养一年的，鸭子最少啊七八个月、十个月，啊，它才能成长那么大。现在的时候，几个星期就长这么大了，所以一切都不正常，这敢吃吗？ 啊，我是60年没有吃过肉了，不知道这个实际状况。我曾经请教方东梅的夫人，啊，老师过世之后，我是常常照顾她。有一次我问她，我说你们现在这个吃肉是猪肉、鸡肉，想一想，在抗战之前，我们吃的味道一样不一样？ 他停了5分钟，想了想，告诉我不一样，味道不对了。60年前我们是正常生长的，正常发育的，现在完全是化学催化，通通都有毒，所以现在很多人奇奇怪怪的病，在60年前没有，都是近代才有这些怪病。 从哪来的？病从口入，就是从饮食上来的。啊，不但这个动物啊，像连植物用农药化肥，全不正常了。所以这个东西人吃了的时候不健康啊。啊，连汤恩比博士在70年代，他的大神疾呼啊，倡导农业要恢复。 从前用人工的农耕，那是最健康的。啊，他反对这些机械化，啊，更反对这个用这个农药化肥改造基因，这是他绝对不赞成的，这有道理。 那师傅，就我知道的，现在就是在动物短短的一生当中，由于运输啊、过冷过热，还捕捉它的过程，还屠宰它的过程，一系列的种种折磨吧。然后，不光是这些，还要给动物现在，就是全球给动物施加的那种荷尔蒙啊、抗生素啊，还有那个激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达2700种。那 我曾经认识一个鸡舍的一个老板，他跟我说，以前的鸡活的寿命是7年，然后现在是45天，那就是说，从它出生那天到它45天出栏，就端上人们的餐桌，那他要给它打，又给它吃药，要16种，那么其实。 给这些动物施加这么多的这些药物，无形当中使动物的身体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没错。那么，有一个专家说他是行业的专家，禽类的专家，他就说现在我们吃的鸡不应该叫鸡，改名应该改名为药鸡。实在讲，药还不行。药还不行。加一个毒鸡。毒鸡啊！它是毒药啊！毒药哈。对呀。 人吃粮食怎么可能健康呢？那吃了要命的。哦，那师傅，专家说的，说每个动物身上都有尸毒，尸毒就是动物死去以后，那个尸体慢慢的腐烂，就是产生尸毒。那时间越久呢，这个尸毒呢，那个毒性越大。对。那么其实人们。 多多少少都吃了这些东西，而且就是给动物这施加药，已经不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那么您看，现在就是人们都知道哈这种现象，那么他们还在吃，您说这是为什么呢，师傅？这是迷惑。而且是什么？贪心。贪心在作祟，贪就是毒。你看佛经上讲，贪嗔痴。 这叫三毒，这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带来的，啊，你心就是不好，心里头有毒，所以佛教给我们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把内心的这个三毒拿掉，啊，放下，连这个美国夏威夷这个修兰博士，啊，他上个月21号到我这来看我，啊，我们这彭丽斯头说明夏威夷古老这种疗愈的方法，完全用心理，完全用心理，用心理，哎，他这个医疗不需要用药物，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啊，大概1个月，奇奇怪怪病通通都能够疗愈，啊，这个方法就是用清净心，清净心，哎，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些贪嗔痴自己内心的心理上的毒啊，通通把它排出去。心理的毒素，它叫清理。清理，把它清理干净。哦，清理干净是，他说的话很有了。他说记忆，你不善的记忆要清除掉，啊，善的记忆也清除掉。你的心，你的本心，本来是清净的，一尘不染的，恢复到本心，那个能量就非常大。啊，治疗的方法很简单，不需要跟病人见面，啊，远隔千里也有办法帮助他治疗，啊，他就要什么姓名，啊，性别、出生年月日，哦，啊，他要这些东西，再就是病历，啊，他疗法呢，最重要的是把病人跟自己想成一体。啊，自他不二，啊，那么想成一体之后，他的病就是我的病，就是我的病。那么我哪些病的时候，用自己的意念，啊，也就是不善的念头全部清除，啊，用这个意念纯净纯善。他说每一天做半个小时，就是观想，像我们讲回向，啊，回向给他，大概1个月。连续不断30次，一天一次，一次大概要半个小时。啊，30天之后啊，自己好了，对方就好了。啊，很神奇呀，啊！啊，这个理论我们懂得，佛经上有，智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的心乱杂，这就是病源。嗯，我们得病的病源。如果我们的心干净，啊，没有这些杂念，没有妄念，没有邪念，你不可能生病。啊，饮食要特别注意。饮食，哎，现在我们饮食连这个蔬菜，吃大米都有问题了，这个不得了了。我看再过几年，可能空气都有问题了。水有问题了，这人怎么活啊？所以科学家提示有道理，如果不改进我们这个健康的损失，人类会在地球上消灭。所以现在师父，养鸡的不吃鸡肉，养猪的不吃猪肉，养鱼的不吃鱼，他懂得了，因为他知道内幕，他知道啊，哎，但是他知道还要干这个事情，卖给这个因果，果报很可怕。哎，你这个等于说中国人常讲的谋财害命啊，这是地狱之业了，啊，不能做。师父有一次我去鸡舍拍戏，然后那个老板，我跟老板在一起，然后我们走到前面看一个鸡，忽然间腾就倒那儿就死了。嗯，后来那鸡那个鸡舍那个老板他说，你知道这个鸡为什么死呢？我说不知道。他是脑阴血。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不停地让他吃食，然后灯光一直在照耀他，他的任务就是不停在刀食刀食，然后他的营养又他的一辈子的生活空间不到 A4 纸那么大一个小格子里头，所以他不停地在吃的时候，而且那个鸡的饲料里添加了大量的生长激素、鸡肉类那个就是
激素什么的，然后呢，他就是越吃越吃的，然后整个那个胆固醇就进入脑子，然后就脑溢血死了。后来这鸡的老板说：“我告诉你，丁教练，你千万不能吃鸡肉啊！”我说：“啊，是这样的，有道理。”你说不但我不敢吃，我要跟你宣扬，让全世界人都不要吃鸡肉。所以人们，我觉得，有的时候挺那什么的，就是说，比方说他的亲人或者是他的朋友知道他生病了，绝对不敢用他的碗筷，也不敢那个吃他的剩菜，怕吃到他的一滴唾液，怕传染。那么人们却把这个大块儿，这个也不问问这块肉有没有病，大块大块的尸体，然后当然含里有这个唾液和体液，大口的嚼食，还说好吃。然后我们东北人特别爱吃那个血肠，就是猪肉那个杀猪以后那个血，就是那就留下了以后马上就灌血肠。这时候他就不考虑是不是符合他的卫生标准了，然后大家共餐的时候还要强调公筷母勺，所以我就说，现在很多的人就怕去坟场，就说，其实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肚子当成动物的坟地了，那么也不看看自己的，也不怕自己肚子闹鬼。其实这些动物也没看好风水啊。那么师父，几年前我看过一个片子啊。就是一群的人，然后当然是有钱的老板了啊，然后就是到了猴子的那个笼子面前，然后这个猴子就惊慌失措，就一群的猴子就骚动不安，就啊穿来穿去，就惊恐的眼神望着人们。然后那个老板，肯定那个老板是大富长者哈，他很有钱的人，然后就趾高气扬看看猴子，一看有一个猴子是挺肥的，就指愣了一下，然后这些猴子，您知道吗？这些猴子，他这一指这猴子，这猴子一看他一指他的，当时就碎了，您知道吗？那眼神一下子就变了，就一下子就这样了。然后这些猴子，那就是笼子里那些猴子，然后抓起这猴子就给他抓在一边。然后这个服务员抓起这个猴子的时候，就这猴子眼神就已经神这个魂神魄散了，然后他就滴了当啷的给他。就是给他放在那个餐桌上，然后人做好了以后，就把这猴脑就是那个毛就给剃掉了以后，就拿那个小榔头，当就把这个猴脑袋给敲出去，那猴脑啊，就那种撕心裂肺的叫声，然后人们就那个服务员就把这个猴脑的壳给开开了，然后人就嘻嘻哈哈，底下猴一直在叫着，然后就开始吃这猴脑，师傅。我就是不明白，请问师父，怎么人们一指他，他就这样了呢？他完全懂得，他完全懂得，完全知道。啊，他一点都不傻。你一指他，他就知道的时候，你要杀他，你要吃他，而且是这种残酷的手段。那是他的惊吓，这个惊吓的时候就带来的吐。过去李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这个母亲喂奶，小孩的时候吃母亲的奶的时候没多久就死了，在检查上奶里头有毒，毒是什么呢？发脾气的时候喂小孩，这个时候小孩吃个奶就中毒，啊，所以喂奶的时候一定心平气和，欢欢喜喜，这个奶就有养分，如果一发脾气怨恨之下在喂小孩的时候，这小孩准死无疑。那么你就想想，这些动物你杀它的时候它不恨你吗？那个猴脑有毒啊，有毒啊，哎，决定有毒啊！啊，所有动物你杀它的时候，没有一个是欢欢喜喜让你杀的，都是叫的声音凄惨无比，啊，那种怨恨，啊，所以，该肉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怎么敢吃它？
每个动物跟人一样，它也贪嗔怕死。一样一样。那您说，师傅，动物在临死前如此的恐惧，就您刚才说的那种产生那么多的大的毒素，那吃进人的身体，那老百姓说吃啥补啥。您说这猴都吓成这样了，您说人们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吃猴脑？就觉得这猴脑能补脑子吗？您说，就是这他是这猴脑能真能补他的脑子吗？他这个脑就变成越来越糊涂，越来越迷糊，越来越迷糊，哎。 而且我们学佛的人大概都知道，你看这么最近这几年，每个地方这个附身的太多了，而且这个附身，透递给我们的信息，几乎全都是负面的，都说带来的一些灾难，灾难呢，不善的。 不善的行为所感召的，人用这种心对人、对动物，在因果上讲，怎么可能有善的报应？不可能呐！我们以爱心对人，人以爱心对我，我以杀戮的心对他。 想吃他的时候，他用什么心回报？这个我们一定要能想到啊！整个宇宙，宇宙的中心，在佛法里面讲自性，本性，佛法讲法性，这都是讲的真心。真心里面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爱呀、啊！我们老祖宗啊，很早就知道啊。五伦第一条，父子有亲，这个亲就是情爱，这个情爱是自信的原始点。自信的原始点。就是我们真心的原点。真心的原点。对，中心的中心，那个是纯净。 纯善的爱心，天生的不是人教的，这父子有亲呐、啊，所以中国这个教育就是亲爱的教育，亲爱的教育，几千年来都没有把这个抓紧紧的，从父子有亲延伸出五伦、五常、四维、八德。 从这生出来的，它是根呐、啊。所以中国古人讲啊，人心本善。你看《三字经》上头两句，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讲这个情爱。现在人不知道爱自己啊，怎么会爱别人？他不自爱，自爱怎么能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自己身心。 都有剧毒，都有大伤害。所以人活得这么苦，活得这么可怜，还在那里杀生，还在那里吃肉，这怎么得了？不自爱，他就不会爱人。所以今天讲恢复传统教育，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有很多人问我。 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至少要200年。没有200年的时间，看不到效果。现在是世世代代有人来学习，就不错了。这个灯不要让它灭掉。总的200年之后，人心慢慢转善了。人心向善。 福报就会现前，人心向善，福报就会现前。人心不善呢，现出来的是恶报啊，不是善报啊。今天地球灾难这么多，社会动乱，这是不善所感应的。这个理是真的，就在我们面前，只要你冷静，你全都看到。
那师傅，我们有一次拍戏的时候，就想借那个农民的猪，就是，然后这个农民就说我不借，你们要买要拿去的话就买，否则的话你猪放回来，它也活不了了。后来我们就不相信哈，其实我们就是，拍完戏以后，然后当时那捆着猪的时候就那个猪就叫的不得了，然后。就在捆他之前，我就看那个这个惊慌失措，然后就来回的徘徊，然后就走一步，那个看着那个猪的那个腿都颤抖了。其实我们心里知道，我们还跟那个猪在说，只是假装的，假装捆你一下，不真杀你。然后那猪都不行，然后就看着啊凄惨的叫声，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不相信这个农民说的话呢，然后我们就给他拍完戏，给他放回去以后，然后这个猪真的是这样子的，他就不吃食了，也不喝水了。3天以后，这猪就死了。师傅有个疑问啊，就是说，您看我们也是没有杀它，它怎么就是说它自己绝食了呢？它能预知什么吗？嗯，你懂得这个道理吗？啊，它被吓死的。它被吓死的。对，你给它讲一些好话说，它不相信你。哦。它认为你欺骗它。哦。啊，它对人没有信心。啊，他被吓死的。他被吓死的。对，就是滚滚滚，就很多人到他面滚他那一瞬间吓死的。没错。哦，没错，他被吓死的。实在讲啊，现在这个世间许许多多人呐，得了一些病都死了，也是被吓死的。也是被吓死。对呀。那癌症很多人知道自己癌也是吓死的，师傅。90%是吓死的。90%都是吓死的。对。哎呦，你要是不在乎。把生死看开了，不在乎，没有被他吓到，那个病都能治好。哦，那我听说，你看动物也是一样啊，那就是吓死的。师父，人家说，就是我们以前人类认为猪是最笨的动物，说错了，猪是极其聪明的。那就是说，人们一上他面前的时候，拿着绳子，他已经明白，他命在旦夕了。明白了，明白了。虽然语他不能说话，对，但是他完全明白了，完全明白。哦，他被吓死的。对。哦。哎，你给他讲什么好话，他不相信你了，因为你天天打妄语，没人相信你。哦，啊，如果是个有德行的人、有道德的人，跟他讲，也许他会相信。哦，我们这杀到阎王了。你就是讲，他不相信你。那师父，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水牛的一个故事。那么有一天呢，在一个屠宰场里头，这是真人真事。就前一段事情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屠夫要对这个牛，要给他那个要宰割他的时候，忽然间这个牛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跪下了以后，然后就泪流满面，不停的在流眼泪啊，不停的在流眼泪，然后这个怎么拽都不行，他一直在那跪着，然后特别大滴的眼泪，大滴滴答的就往下流，然后这个屠夫就下不去这个手了，然后又告诉同伴，把很多的那个也是屠夫啊，同伴就叫来说，他说你看看这个牛，他一直在这跪着，手那个发一直惊，那眼睛特别的可凄凉了呢，然后就看着人就大滴流眼泪，然后这些人七八个人。就在那个屠宰场以后都吓坏了，然后也流下了眼泪，然后他们就决定说把这个牛买下来，用了3700块钱把这个牛买下来了。我也带来的这照片，您看师傅，这个牛流泪，他们拍下来的照片，然后这个牛自从被救起了以后，给买下了以后，然后他们就给送到一个寺庙里头了，然后这个牛以后见着人就给人家跪下，你看看，您看师傅，您看，对，那么这只水牛你救他命，他知道感恩，他知道感恩，知道，您说这个牛他一直在流眼泪，他在下跪，在求饶，牛的这种举动让我们很震惊，师傅您慈悲开示，这个牛他就是人家说牛是最有灵性的一个动物，是吗师傅？
任何动物都有灵性，不能小看。过去也是人，做错了事情，投胎到动物里头。这个事实真相，《大乘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堕落到畜生道？愚痴。愚痴。嗯，也就是他没有智慧，他不能辨别是非，不能辨别邪正，不能辨别善恶，不能辨别利害。啊，现在这样的人太多了。太多了。对呀。啊，因为他确实这个是教育问题。哎，我们现在全世界的教育只有教科学技术，伦理没有了，道德没有了，因果没有了，圣贤教育没有了，啊，所以他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没有标准了。啊，你学过这些东西的话，他心里头有个底，有个标准啊，所以他自己会衡量。啊，虽然有一点出入，大致上不离谱。现在标准没有了，不得了啊！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你今天抢，有钱有势，你欺负别人，人家受你欺负，你的福报会享得尽啊！你想尽了怎么办？想尽了之后，你的罪报就现前了。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富不过三代呀。”还能享三代呀？现在富，自己可能这一世都想不到。啊，最后问题发生了，破产了，坐牢了。这常常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代你都想不过，一代都想不过啊！对，因为你只享福，你不修福啊。古人享福修福，所以他福报能够绵延下去啊。现在不想享福造孽呀，尽欺负人呢、啊。那这些动物呢，更不必说了。啊，都认为是该被我吃的呀，是，都是这种念头啊。佛经上说，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将来就颠倒了。哎，他富有，你变成畜生了，他又来吃你了。那师父，我在这儿插一句话啊。嗯。我记得我忽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情，小的时候我奶奶跟我说的，她说的那个这个牛啊不能吃这个牛肉，他说这个牛为什么托生是牛呢？他上辈子是当官的，然后他因为是做了贪官了，所以堕落成牛了。师父，您说我奶奶说的这个话有道理吗？有道理。哦，有道理。哦，嗯，动物都是人做的，啊，他的罪受完了之后，他又会到人道来，嗯，叫六道轮回嘛。所以三恶道，现在我们清楚啊，是消罪业的。消罪业的。对，你罪业要消掉，到哪里消掉？三恶道是消罪业。三恶道里消罪业。对呀，三善道是消福报的。消福报的。对呀，福报也消掉啊，因为你清净心里头啊，罪福都没有。罪福都没有。哦。你的心才清净啊。哦。哎，清净心是真心的。啊，罪福都是染污啊。那师父，我假使说我命里有福，我想修为的话，我不要这个福，我不想这个福，是这样吗？啊，不想这个福，福把它给一切众生去享，这就好啊。哦，就舍己为人是吧？啊，对，没错。哦，你看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有福报的，他自己生活过得很清苦，福报。他会照顾很多人。哦，他把这些钱财给那些需要的人，需要的人啊。
啊，我这一生看到就是我以前的老校长周邦道先生。啊，这个人做官是个清官。清官。哎，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大概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找不到第二个。啊，他在台湾做考选部政务次长。什么是考选部，师父？就是主管呢选拔人才的。哦哟，这个权力太大。啊，对啊，选拔人才的，啊，主管国家每一年的很多考试，这个需要人才的话，考试他们专门负责这个。一生搞教育的，那么公家配车子给他，有一辆轿车，啊，他就是副部长嘛。那么家里给他装的电话，哎，他这个车子不是公事，他不坐。私人有事情，坐巴士。啊，电话呢不是公事，不用他，外面打进来可以，自己绝不打出去。自己私人要用电话，到门口外面有公共电话。人家廉洁，不占公家的便宜。对，是啊，是啊。哎呦，这人了不起。是啊，他说我这私人事情我打电话，公家要付钱的，要付电话费呀。所以他的儿子看到老子是这样的，儿子是跟我同学嘛，都很熟嘛，都说爸爸是老古董，啊，人情世故都不通。他批评他爸爸。那你看他们做儿子的时候。的确是很不方便的，所以他儿子常常说：“哎，做他的学生好啊，做他的儿子还苦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积阴德庇佑他们的子孙呢，哎，对他们简直是太好了。啊，你看收入并不多，家里生活很清苦，啊，因为学佛嘛，全家吃素。哦，全家吃素。对，哎，你想想看，是他多余的钱寄回老家。老家还有一些亲戚朋友，照顾十几户人家，不是自己应该得的，一分一厘都不取。哎呀，积了大德。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正看到典型的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啊，这种人，你看他一辈子。清廉，啊，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抗战期间，他是我的校长。啊，我们对校长夫妻两个，就看跟自己父母一样，照顾我们无微不至。因为那德行在这，大家都尊重他。没错，没错，哎，没错。那师父，您说，如果他人家太智慧了，如果用他的那种职位哈，嗯，那可以像现在要拿到现在人，那可以那受贿，那发了大财了。人家懂得因果，所以说人家绝对不敢，不错，不敢造次哈。哎，师父太智慧了，真的是行善积德了。啊，这老师给我们做榜样，我们亲眼看到。啊，我们今天这个生活一切随缘，实际上已经太丰富了，啊，跟古人比我们差远了，啊，可是我们自己生活就非常简单，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其中有五年有半年的时间是我自己烧饭。哦，自己烧饭。对，我自己烧饭，一个带把的小锅。哦，锅碗就是他一个。哦，啊，我们的菜饭都煮在一起，省事嘛。啊，从点火到吃完洗刷干净半个小时。哎呀，太省时间了，你说多自在啊。啊，很简单的，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一生，他就是自己这样过的。这惜福哈，惜福，啊，生活费用很少啊。当时我们在一起，
老师每一天生活费用，台湾钱2块钱。2块钱。哎，合美金多少呢？那是1块美金，大概可以换30多块。哎呦，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只不到2块美金。一个月。哎，一个月。天哪，那太简朴了。对呀。哎呦，我们那个时候年轻，妄想杂念比他多，所以消耗也比他多。啊，我该向他学习，学他以同样的生活方式。我一天要3块钱，他一天2块钱的够。啊，一天吃一餐。一天就吃一餐。对的。就中午吃。那中午吃一餐，也容易吃。真自在呀！啊，因为你开销的少啊，你一生可以不求人呐、啊。一生不求人。一生不求人呐、啊。半个小时一顿饭搞定了。对对，一生不求人。啊，人道无求，品质高啊。啊，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个才叫真正幸福、美满、自在。啊，跟任何人不结怨仇。啊，都能和睦欢喜相处。啊，这个人一生就没有白过，这叫真正幸福美满。啊，不是富贵也。啊，富贵人享受不到这种生活。表面上看，现在很多人在享福，其实不，那是在服毒啊！服毒。这我们无量寿经上讲。淫苦是毒，淫苦是毒。那对啊，不，这个一句话不就是形容现在人吗？真是淫苦。他过的是什么日子？淫苦是毒。嗯。那师父有一次，我去西安拍一个戏，然后那个我走到那个现场的时候，我就看很多我们摄制组的人围着一个黑的山羊。不是绵羊，是山羊，然后他们就在说，哎，你看他在哭，给他捆起来了嘛，他就在那一直在掉眼泪，然后让我过去看了一眼，我说干嘛呀？他说那个要杀这只羊，我说咱们这个戏里没有要杀这只羊啊，没有这样情节，说导演馋了，他想这个一边加一个情节，一边在烤羊肉，然后一边在这演戏，剩下这等到拍完戏就是，这些摄制组人就把这羊吃掉，是这样子。其实当时那时候我已经学佛了，师父，我就想这个导演真是的，我说他干嘛要杀这个动物呢？可是就因为我自己那天有点身体上有点小小的，有点不大舒服呢，我就没有去说。那么这羊就被烤了，也就拍完戏了。可是当这个场戏拍完的时候，说停的时候，我走了2步，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难受，我觉得哎呀，我说我不行了，然后我就从里边吐的不行，后来给我弄到那个宾馆，我也不停的在吐。后来我说我可能要死了，我说赶紧给我送到西安，因为那个地方离西安很远。我说我就不行了，我就一直在吐啊，就不停的在吐。然后就给我拉到那个西安医院里在抢救。可是，在一路上我也不停在吐的时候，师傅我就出现了这个山羊的那种景象，山羊就在我眼睛一直转，然后他那眼神啊，一直就在我那个我吐的当中，好像他给我实现在这个脑子里头，那个眼神，大滴的眼泪，那时候我也哭了嘛，因为太痛苦了嘛，然后我一直是这样。师傅，我在想，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那个山羊跟你有缘分，因为我见死不救了，是吗？师傅，没错，应该要救他。啊，救不了，大家不同意，你的心尽到了。因为我没有尽心，其实我觉得我要是如果诚心诚意去导演，去跟导演说服，一定能说服他，他一定会说啊，那就不要了。就因为我自己的，哎呀，我很后悔的，师父。没错。所以您说，师父，就是因为我那种吐，我就觉得我会活不成了，就是因为我见死不救。没错。您说我见死不救，动物会这样有这样的嗔恨心？那您说，如果要杀他，那不他
那嗔心更得，当然，当然，这些一定道理。所有一切动物都有灵性，连蚊虫蚂蚁都有灵性，怎么可以杀它？真的很惭愧。哎，所以蚊虫蚂蚁要干扰的时候，它同人情啊，你用真诚心跟他沟通，他懂。啊，我在澳洲，我现在居住那个房子，后面个空地，我再盖一栋。有的时候客人来的时候，可以招待。后面这栋房子刚刚盖好，我就搬在后面住。啊，头一天晚上，新房子。第二天早晨起来，洗脸。这个浴室里头全是蚂蚁，我都吓呆了，怎么进来的？新房子他怎么进来的？啊，我看了之后，我就给叫蚂蚁菩萨，啊，我说我要用洗手间，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你们从哪里来还从哪里出去，半小时之后我回来用洗手间，我就出去绕佛念佛，啊，我外面做了回廊，啊，我在回廊念佛半个小时，我进去一个蚂蚁都没有了。他听话了，那蚂蚁啊，有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我只好到别的房间去洗脸去了。他这么听话，是吧？对，他就真有感动了，真诚心、爱心，啊，没有一点怨恨心。啊，我们和睦相处，啊，大家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顾。啊，蚂蚁进来无非是找东西吃，那我们他需要吃的东西，我们吃剩，我们放在院子里头，来照顾他。那师父，真懂啊！那放给他放什么吃呢？师父，给蚂蚁？没，我们吃剩下东西，他们都可以吃。他可以吃的，可以菜也可以吃，是吗？可以，菜大概是不要。不行，就是馒头什么的。哎，对，这些米饭可以，是吧？米饭。那师父，我就由此想到了一个问题哈。北京是蟑螂成灾呀，师父。只要这个楼道里头有一个蟑螂，那全楼道都会。有，而且您知道吗，师傅，这蟑螂是要传染疾病的，对，尤其医院呐、啊、什么的，您说这个怎么办呢？师傅遇到这种问题，这个也是我们不善的心行招来的。哦，我们不善的心行，对呀，啊，这个也是冤冤相报啊！你伤害这小动物，小动物找麻烦了，那报复啊！啊，所以我们不伤害他，啊，决定不杀他。那蟑螂也听话了，蟑螂也听话。当然了，所有动物统统听话，没有不听话的。你试试看，你就晓得了。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是。对，我在实际禅寺，这是在老家的。还不是的，就是过去那个传统文化中心，文化教育中心，我在那住了一个星期，晚上我是读经做晚课，啊，那一天蚊子很多，我就给蚊子说，蚊子菩萨，我做晚课，你们喜欢听可以进来，啊，你不要干扰。我就看了蚊子钉在墙壁上有四五十个只，那么多，对呀，啊，我扣送完了之后他们也不走，但是他们有干扰我，啊，第二天早晨睡觉起来之后，看上还有十几只，
懂事啊，不是不懂啊。我们不害他，他就不会害我们。我们害他，他来报复啊。这一定要知道。啊，我们用个爱心，真诚的爱心。啊，我们怎样爱自己，也怎样爱他们，就会受感动。那师父，我们对蟑螂菩萨也说，蟑螂菩萨合掌，没错，然后你回你自己的生活空间，我给你点吃的。蟑螂吃什么呢？师父，是它什么呢？也是吃着油腻的。油腻的，对，那给它点油行吗？师父，对，可以啊。啊，什么面包啊、饭，地基的油，他们吃。哦，然后就跟他沟通，没错。哦，对。那我回去告诉我。对，这些喂小动物的东西，最好都放在外面，房子外面。那师傅，我们家要楼房怎么办呢？楼房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过道哈？过道不错。那师傅，我在想，如果给他放到过道，那过去人不要踩死他吗？麻烦，是麻烦，是麻烦。它不像平地啊，像四合院那样也可以。啊、对, 对对对。这个有没有走廊？走廊是有啊，但是人们走来走去的，我就走廊很多人。对对对，师傅，我就怕把他踩死，那不对对对，他那个密集的那么没错没错没错，就请他出去。那就跟他沟通就好是吧，师傅？沟通沟通。啊，不错。好，一定要从安全地带。那可不可以在我就在一楼，比方说，就是在一个草坪里头那样。好，我跟他们蟑螂说，对，我把这个油的东西给它蘸一下。没错，你们别在我们这些楼里头了，你就在这草坪里吃，我给你。不错。定时的，我给你一些食物，跟他们沟通，他们一定会会知道。哦，好，好。对。那师傅，我在想问哈，这些动物被我们人类杀了。那它有灵魂吗？有。那它们的灵魂去哪里了呢，师父？它们的灵魂跟人一样啊。跟人一样。对，但是它们的业障重，很可能又投胎到畜生道。哦。你想想看，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杀害多少动物？我们将来怎么个还法？数以万计呢。对呀、啊，所以这些小动物，它的寿命很短，死了以后，它又回来投胎了，不知道要死生多少次，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多苦。啊，所以冤冤相报要常常想到，不能占人便宜。占便宜就是占人便宜，是吧？占便宜是盗心，盗心吃肉。道心还要加上杀，吃肉道心还加上杀，对，也是啊。真正明了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啊！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这生生世世麻烦透了。我们这一生难得了遇到净土法门，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真是难信，这个法门很难相信，但是很容易修，很容易修，很容易修啊、哦！哎，你真正相信了，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信心是关键、啊、哦，信心关键啊！唯有这一条路。可以了生死，可以超越轮回。那我们这一生有缘遇到了，尤其遇到夏莲居的这个汇集本，这个本子太好了。就是您现在讲的大经典。没错。嗯。哎，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是脊柱啊。脊柱。对。他用了。83种经论，83种经论，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这些著述，啊，来注解这部经，内容
太丰富了。那他用6年时间收集这些资料，啊，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非常感动人。读这一部书，就等于读了193种书里头的精华，跟那个群书治要一样，群书治要65种，他193种。你每天上午讲2个小时，下午再2个小时，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世人真的很有福报啊，大福报啊，师傅，您说是吧？ 对，这个东西讲透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死心塌地念佛求生净土，啊，跟所有一切众生都以善心交往，善心，都作为同参道友。你说多欢喜啊，啊，法喜充满呐，长生欢喜心呐。我爸爸，我小的时候给我讲那故事，是我们一个家族的故事。那么我们那个村里就是丁家村嘛，然后我家一个亲戚，一个大伯哈，然后他呢，因为他的儿子要去娶儿媳妇呢，所以家里不够住，要在西边呢，就是盖一个房子。那么，头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一个白胡子的一个老人就跟他说：“说你不要在西边盖房子，我告诉你，在东边盖。”他说：“那是我家，我们已经住了很久很久很久了。”说：“你去那边，你说你一定记住了。”你要在东边啊，那边东边风水也好什么的，就跟他说。然后呢，起来以后他就把这个梦给忘掉了。他就早上起就在西边就动土以后真的不得了了，就是因为这个一个铁锨下去搞下去以后，就把一个大蛇大蛇就给拦腰截断了，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小蛇呀，太多太多那些蛇什么的，然后他也没想起这个梦，他就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然后从第二天开始，他们家里就反了窝了，就是家族之间互相的就莫名其妙的没有缘由的就干起来了，然后就拿铁锨和镐互相的在刨，你打我，就这家和因为都是亲戚家嘛，过去的家族不很大嘛，师傅有孙子重孙子曾孙子什么的，然后互相的就整个一个家族就开始就干起来，然后家破人亡。后来这个老者就想起来，他说：“哎呀，我想起来了，完全是我没有听见，我你应该给我托梦了，说可能就是说这个白头发的那个这个老人是这个蛇仙，没错，没错，然后可能他修行了很多年很多年了，然后就以后全村的人都不敢再轻易的那个在那什么了，这个梦和这个就是跟现实对应上了。那师父，我就想，难道是一种巧合吗？师父，不是巧合，不是巧合。所以动土可真得谨慎，是吗？要谨慎。对。那现在师父，现在有太多的地方，开工挖地，然后开山路啊，开矿爆破呀，考古挖掘挖墓啊，然后甚至这些砍树啊，应该提前做什么样的工作才能顺利呢？佛法戒律里头有说明。过去出家人在住在山上搭个小茅棚，砍几棵树，上面盖茅草，啊，小茅棚里休息。佛在经上说，你要看中这棵树，3天之前你去诵经超度这个树神，要给他诵经超度树神，超度树神，请他搬家，3天之后你再来看书，你要给他有时间让他搬家，这小事的啊，书神会离开的，会让你树不是本身有神，是有鬼神住在树里。哦，
鬼神住在树里，他就成为树神了。没错，没错，哎，没错。哦，他住在这个树上，啊，所以他会搬家的。啊，越是大树，这个几百年的树，那个都是很有道行的树神。很有道行的树神。啊，那很有道行的。那你动他这棵树可不得了。那个麻烦大了。哎，那就麻烦大了。通常的时候出家人的时候不会找那个树，有这么粗的树就够了，搞个小柱子就行了。啊，所以用的材料越简单越少越好。啊，那我们在澳洲，啊，澳洲我们学院旁边有一栋房子买下来的。买下之后的时候，房子很旧了，我们想就那个地方重盖。重盖前面马路前面的时候有一排树，至少要砍掉四棵。为什么？车才能进来。哦，运车要车进来。我们也是依照佛法，哎，前三天给他诵经，啊，请他搬家。结果我们那个年轻的一出家人晚上也是树神托梦，这是三天时间不够啊，要七天。让我们想到澳洲人呢生活都很挺慢，什么都慢吞吞的啊，别的地方三天够了，他要求七天。所以以后我们凡是砍树啊，我们都七天之前去给他做佛事，超度他，啊，请他搬家，真灵啊，真有这个事情啊。那师父以后，其实现代人都不懂得礼数了。那么我们以后要是到了全国各地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对对 对, 对，按照当地的风土人情去行事啊，没错，没错，否则的话你就会得罪很多的那些，没错，没错，没错。只要我们自己有诚心，啊，愿意跟所有的鬼神、所有的动植物都能够和睦相处，啊，我们相亲相爱、互相照顾，那都有灵验。哦，嗯，那你要是迷惑颠倒，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根本不相信，那这个里头就有恩怨在里头。那您说师父，那就由此推断的话，如果我们想动土或者是想砍树的，一定要跟着树神，要提前跟人家商量。没错，没错。还有如果要动土呢，啊，也 一定要跟底下的生灵，啊，对对对，要说我们要什么时间，我给你用的时间，你可不可以搬家，你可不可以跟人家商量一下再这样，你不可以随便就动的，是吗？对对对对。其实人们应该知道这种，不错，这种道理啊，很多人没有人教我们呢，啊，师父不懂。现在很难的，现在的时候你给他讲的不相信，他说你迷信啊，那只好就由他去了，那他就倒霉呗。啊，对，是啊，我们自己很小心很谨慎。那个师父，我们有时候拍戏哈，有时候在太平间拍戏或者在坟地拍戏，有的很多工作人员会有异常的反应。半年前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在国内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人，然后他是演员，那个戏里呢他就做导演，然后他就一场戏他就到太平间拍了。师父拍完这个戏以后，就还没离开这个太平间，在收拾这些镜头的时候，半个小时就忽然间他这个脸呢呜就肿起来了，然后就头大的不得了，肿得不得了，然后就赶紧送，就在医院嘛，然后就送到医院，医生就查不出什么原因，然后就说就是他的各项指标都超常了，然后就是网上也公布了说这人要死亡了什么的。后来有一个人呢也是
学佛的一个人就跟他说：“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在就在太平间拍戏。”他就说：“他说你冲撞了人家的这些灵魂，刚去世的这些灵魂，你赶紧去，让些人去上那些太平间去。”然后他就领着很多有几个出家师傅，然后他自己在一直在那跪着忏悔，然后什么的，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就是自己都不行了，让人就是搀着去的。然后脸上大的简直面目全非了，就然后他就一痛哭流涕，他那是发了真心了，然后忏悔说：“我对不起，我不懂啊，我不懂打扰你们了。”他说：“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也告诉所有的人，以后拍戏不要在太平间去拍戏，也一定不那什么，我错了。”然后我一直在那诵经啊，念佛给他们，尤其是念阿弥陀佛。然后坐了一个小时以后。然后就奇迹就出现了，忽然间人们就忘记他，回头一看他就脸就正常了。后来这个演员就跟我说：“佳丽啊，以后告诉所有的人，我也在告诉人不要去太平间去打扰这些众生。”不错，真的很可怕呀。那还有一个人，师傅，我们就是有的一个美工，就是美术的工作人员，他就一直看我们在那儿就礼佛嘛，在寺庙里拍戏嘛，一直在礼佛。然后他就是胡说八道，他就不相信，他说：“你们这些人怎样太迷信，哪有神呢？你拜我吧，我就是神，怎么样？”然后他就爬高，师傅就上那个梯子，上梯子，其实那梯子不高的，师傅。然后他一边说孩子一边说，然后而且嘴里是很出言不逊的，骂骂咧咧的。他就说：“啊，你们这些迷信透了，哪有神呢？哪有菩萨？哪有佛呀？什么的？”就是正在说的时候，只见他特别奇怪啊，就像一个慢镜头师傅，他就大头冲下，就腾摔在地下以后死了。嗯。然后所有人都吓坏了。后来旁边有个人懂的人说：“他说佛菩萨不会害人的，说这些护法神不干。”没错。他说：“你不信就算了，你还要胡说八道。”不错不错。然后就毙命了。对，不错，不错。那您说这种人这样死法，他多地狱？多地狱。对，不错。哦。很可怜。很可怜。嗯、你看，就现报马上就来了。对。对，那师傅，我爸，我在小的时候，我爸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新婚啊，那个小媳妇呢，在赶集的时候，然后他这个急了嘛，然后他自己还身上不便，就是他来这例假，然后他就在那个野地里头、坟地里头，他就是小便了，回来就是回来的路上，他自己就是疯了。疯了以后呢，其实现在我知道那叫附体，然后他自己就抓自己头发，然后一定要说啊，你们我修行了太多年了，我是个狐仙，我修行了太多年，他就把我这么给我冲了，他带着脏的东西冲了，我就要他的命。后来呢，我爸呢就是明白点儿，就说那我能不能给你做点什么功德，你看我能怎么样对待你。因为他那个年幼无知嘛，他不懂，我向你赔礼道歉，就一直给他磕头，他丈夫也在给他磕头，不行，死活不干，然后怎么说怎么都不干，就不行，死活就要他的命，然后这个人三天就死掉了。对。那您说，师父现在哈，就是我爸爸从此以后就告诉我了，就说，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在野地拍戏，在农村拍戏呢，都告诉我是这样子，就是每次你看现在人，比方说野游啊、爬山呢、啊嗯，上那些大野地里头啊，那其实要尊重地下的生灵哈，师傅。我爸爸就告诉我，妈妈也告诉我，就说到了那个地方一定要咳嗽咳嗽，就让人就说我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了，我要行一下方便，可不可以我借一下方便呢？对不起，打扰，你们可以让一下吗？咳嗽半天，然后等半天，你再行你的方便。师傅是这样子的吗？对。那底下，那我们看不见的底下的那个土地底下都有很多的生灵的，是不是，师傅？没错，看不见的不但地下有，周边都有。周边的都有，所以我们要到那个地方。没错。比方说，我们要到墓地呀、啊。坟圈子啊，我们东北叫坟圈，一定要拍戏的时候要跟人家说打扰了，没错，先人呐、啊，对不起，我们要拍戏打扰你们了，一定要给人家说什么，你才能那什么，是吧，师傅？一定有礼貌嘛，有礼哈，有礼貌，不错。
又否则的话，你这戏就拍不进去。没错，我们有一次拍戏在坟地里，一个导演不听，他不听，他不信，所以等到拍完以后，那天非常的艰难的拍完，因为很远的目的，拍完以后回来以后，镜头师傅太奇怪了，四台机器。一天的戏，整个那个胶那个片子里头没有空档的，他没让你录上。嗯，对，人家众生生气了，人生嗔恨心了，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礼数。对。那师父，当时上海延安西路静安寺附近也是我的母校，当时要做一个立交桥，当时他要打桩子的时候怎么也打不进去，就用了各种的科学的手段怎么也打不进去。然后当时上海市的市委的一个领导，他就到一个寺院去请一个出家师傅，然后那出家师傅来了，在当地在那个地方看了以后没说话就走了，然后第二天他没有诚心诚意那个让那请那师傅又来了，那师傅一看就说了一句话，说这样吧，你们答应我可以诵经，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一定要在这个柱子上就是那个刻九条龙，因为你是打在龙脉上，然后他诵经的时候可能这龙可能就是一翻身，然后就那个这个桩子，结果这个诵完经以后当时这个桩子就打进去了。您看现在我把这个带来了，您看这个静安寺的这个，你看还有龙呢，您看了就九条龙在这上。那师父就说，请问师父真有龙吗？为什么说咱们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呢，师父？对，确实是有。确实是有。确实是有龙。对。哦。龙的种类很多。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师父，龙是蛇吗？龙比蛇要高一级。要高一级。对。他们是属于同类。同类，那什么时候他成了龙了呢，师父？这也是福报。福报。对，他是一类众生的。一类众生的。一类众生。对对。也是等于说一个族类。一个族类。对。那师父，我现在请教您一下，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呢？龙的后代嘛，我们跟龙一定有关系。我们跟龙有关系。对。那是龙就是我们的祖先吗？总一定跟祖先有关系。哦。对。哦。而且龙是等于说是这一类众生里面最尊贵的。最尊贵的。对。哦。对。那它也灵性越很高吧？灵性高，不错，灵性高。哦、所以龙有天龙，天龙还有天龙，啊、哦，有地下的龙，有水族的龙，水族还有龙啊？有，所以龙王啊，四海龙王啊，江河都有龙王。龙王爷就是这个龙啊，师傅啊，没错，哦，没错，哦，水里的哦，龙王爷啊，对。你说长江黄河那个龙多少？太多了，它有也是有社会组织。有社会组织。对对对，它有等级。那您说这鱼虾是龙的子孙呢？啊、是等于说它的下属啊。下属。对，不错。那么所有这些水族类的众生都归龙王管了吗？归龙王管。哦。佛经里都记载的很多。你说安世高，这是早期在中国翻经的最著名的一位大师，汉朝时候人。他有一个同学，
也是很有修行的，明经好师，以后做了龙王。啊，这什么原因呢？他偷钵，偷到不好的东西，心里就很难过。就这么一个念头。对，没错。哎呦，师父，那太可怕了。对呀、啊，这就这么一点念头，不好的念头。啊，没有感恩的心，没有公恩的心，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嗯，就这一点，这个堕落到龙王，就是鄱阳湖啊，鄱阳湖的这个龙王。啊，因为他喜欢布施，所以福报很大。他有明经，啊，他讲经教学，啊，明经，所以他很有智慧。这个龙王就是有福报有智慧，周围一千里的人都会到龙王庙来烧香。哦，龙王庙。那龙王庙烧香啊。啊，龙王还有庙呢。啊，有啊，有啊。哎呀，我现在都没见过。哎、那么他这个，他整个鄱阳湖是他管的，所以这个船行船的时候，你去烧香拜他，你一路就平安。哦。哎，你要不去拜他的话，你这个船就会遇到麻烦。哦，那海也归龙王管了，是吧？海龙王啊是最大的，对。那要翻船的话，龙王不高兴，他就能让他翻。啊，对，没错，是这样的。哎呦，哎，所以马祖是龙王啊。师父，什么叫马祖啊？马祖庙啊。马祖庙。对呀，那是龙王啊。是龙王啊，龙王师父啊。他是管海的，比江里头的大。哦，马祖庙是龙王、啊、对，龙王庙、哦、所以你看看出海这些船员他们都非常相信、哎、他们的船行路一定拜马祖、哎、一定在龙王庙去烧香祈求他们出海平安平安。对，哦，马祖庙是这样的。对对 对所以沿海城市都有马祖庙、啊、对，没错。以前马祖庙我就不懂，是马祖庙、嗯、对。哦，这样。哦，师父，您刚才说他这么样的起心动念就堕到这个，当然人家修福那么大，那他这种想法，我们人太多了，经常对这不满意，对，那也太可怕了，这起心动念太可怕了。对，你要就是人类，你要对你的起心动念要负责的，它是有因果的，是吗，师父？百分之百的负责。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啊，我们的起心动念都这么的有这么这个道理，连最近的量子力学家都提出来了，说法跟佛经上讲的非常接近啊，是在讲整个宇宙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在做主宰，整个宇宙都是我们起心动念做主宰。没错那包括我们的想法、行为都在里边了，是不？哎，你的思想善，一切都顺利。今天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就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起心动念不善，所造成的结果。啊，这是科学家的报告。啊，最近这个30年，科学所发现的。就是所有物质现象跟念头有关系，所有的物质现象跟念头有关系。哦，我们的念头善，物质现象没有一样不美好啊，念头不善，没有一样是好东西。所以境随心转，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说的，富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你有福，你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时候风调雨顺，没有一样不好。没有福报的人，这个地方原本是个福地，你住上3年全变坏了。那就是说这个物质包括这种自然环境，是吧？对。哎呦，都，所以佛讲啊，一切唯心造啊，一切唯心造。对，那心就是念头啊。极乐世界好，
极乐世界所有的人心地都善良，都清净。啊，我们今天世界变成这样子，你想想，地球上居住的人民，他每一天想什么？他每一天干的是什么？你就知道了。如果他的思想纯正、善良，我们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啊，古时候人比我们的社会好，为什么？他们的思想离不开伦理、道德、因果，他有这个范围，能够守住，啊，不太离谱，所以社会它安定、和谐，啊，长治久安，道理在此地。啊，这个与教育关系非常大，所以现在人的教育只有科学技术这种教育，伦理没有了，道德没有了，因果没有了。啊，所以因为像科技学发达，帮助人造孽了。啊，科技在帮助人造恶业。这就给人类带来灾难了。这个道理很深。嗯，师父，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讲了一个故事，题目叫《斩首飞蛇》。这个蛇头被剁掉20分钟后了，然后突然跳起来2寸多高，死死地咬住买蛇人的这个手指头，大家一起帮忙才把这个蛇头给掰开。经过治疗呢，多次治疗才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是还是失去了这个手指头，给锯下去了。医生跟他说呀，他说用5步蛇泡酒，半年以后这个蛇肉都烂了还咬人。请问师父，蛇怎么有这么强的报复能力呢？这个是严重的执着，强烈的报复的意念，会产生很大的能量。啊，这是他遇到了。啊，遇到当然也有因缘，也不是偶然的。啊，如果没有前因，决定没有后果。啊，决定是对于这个杀蛇，啊，伤害这个蛇的这类的动物，前世就结下这个缘。啊，所以人在世间要懂得忍辱，要懂得忍辱，忍辱，哎，不要跟人结怨仇，也不要跟动物结怨仇。结了怨仇非常麻烦，如果他的执着非常严重，非报复不可，这个化解就难了。那师父，我听说就在所有动物当中，蛇的那嗔恨心是最重的，最重的是吗？最重的，哎，而且说他心很毒，心呀不是狠，不是毒，不会堕这一类畜生。也是他自己的因果。对对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啊，这一类动物心头非常狠，报复的念头特别强。凡是毒蛇猛兽，都是这一类的。因为他以前做人嗔心太重了，不错，嗔非常重。哎呦，所以要用慈悲心去化解，啊，用真诚慈悲去感化他们。师父，那您说，
就这么说吧，如果就是说，因为他当人的时候嗔恨心重了，他堕到这个蛇成蛇了。对，在蛇他堕成蛇以后，他的嗔恨心更加的重。没错，不，他那个罪业不又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重了吗？没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但是他最后他也遭恶报，那太不值得了啊！就是说，啊，害人一定害自己。害人一定害自己，一定害自己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别人伤害我们，我们原谅他，不去计较，这就化开了，双方都有好处。如果说一定要报复，双方都痛苦，而且报来报去，所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那师父，就是前两天印度报纸曾报道了一个真人真事，就有一个人他去深山里头去采药，不小心就掉在那个深涧里头，那个，有跌入30米的坑中，然后挣扎了2天2夜都爬不上来。就眼看着就因为渴呀饿就死了，突然间有一条10多米长的巨蟒，然后将这个粗长的尾部递到那个这个深坑里头，就让这个人拉，就他就使劲这个蟒，然后就把这个人给拉上来了。哎，由此呢，他就捡了一条小命。可是这个人获救以后，他不知道感恩啊。他反而向当地的政府去报告了，那政府就带着一群的人呢，就捕捉这个蟒，终于把这个蟒给捕捉到了，就关在一个笼子里头。这人呢，也是不识相，他还要去看看曾经救过他的这个蟒，然后他还没有快走到这个笼子的时候，然后这个巨蟒啊。就突然迎面喷出一个浑浊的唾液，正中其中，将采药人那个皮肤，就一下子就这个采药人的皮肤就溃烂了，从头就烂到脚，到了各种医院就去请医生啊治疗都无效，后来受尽了折磨，他就死了。那请问师父，就是您看看啊，就是他知道他为什么不向别人吐这口这个猪，他能认识他哈？对，这是报复他的恩将仇，他去救他，他过去有恩德，他来报恩的。你现在再找人捕杀他，这个恩变成仇了。啊，这一口吐液吐他的时候，他是报仇。他那吐里有无限的仇恨，没错，没错，对他的怨恨，没错，没错。说我救了一条命，你反而来害我，没错，没错，没错。他恨死他了，没错，是的。这人多愚痴啊，师父！对，人家救了你一命，你还要……这个是懂事的人一定是感恩的啊！不知道感恩，还要找报警去捕杀他。这怎么讲都讲不过去，这个怨恨肯定人家不会饶你啊，所以这个罪也是自己造的，自己要承受。那师父，我在想，就是这个蛇的嗔恨心这么重，那就这一辈子我先那什么，下辈子我觉得生生世世还得缠着这个人，您说是不是？还得要他的命，您说是不是？人，任何一个人，我们是没有天眼，如果有天眼，你都能看到，这一些被杀的、被吃的，不会饶你啊！很多什么，很多都附在你身上啊。你现在因为还有福报，他无可奈何啊！啊，你有福报，等到你福报享尽了，你的病就发作了。病就发作了。对呀，他在你身体里头啊。哦。这些冤亲债主在你身体里头啊。
就你吃那些动物的灵，没错，它进入你的身体了。对呀，对，附身嘛，哦，附体嘛。您说它怎么进去的，师父？那它却能进去啊？它能进去？对，能进去啊。哎，因为它是无形的，它进去你看不见的，你这用科学仪器你也找不到它，看不到它。你测不到，但是它存在。它存在。你有福报的时候，它在那等机会。啊，它附在你身上不起作用。哦。哎，你也没有感觉到，不痛不痒。啊。等到你福报享完了，或者你造作罪孽了，它就发作了。啊，就是我们的身体上，我们周边上通通都有啊。啊，学佛的人有个好处，每一天诵经跟冤亲债主回向，啊，帮助他提升，啊，那么化解怨恩怨恨。啊，特别我们想到极乐世界，我们也希望他到极乐世界。啊，我们互相帮助，啊，共存共荣，要有这个念头，绝不伤害人。啊，过去伤害你，是我没有学佛，我没有受过这个教育，不知道，这是无知。啊，诚心求忏悔，他们都会原谅。啊，他们也知道。冤冤相报是双方都痛苦，不是只有一方，两方面都痛苦。啊，希望冤、仇、恨、戒，通通都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化解。那师父，我妈妈得了癌症。嗯，就是每次化验呢，做什么实验的时候，我都要跟着他去。他有一次做 B 超，他胆管癌嘛。然后就做 B 超的时候，因为我在旁边在看着那个机器的它显像嘛，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东西在跳舞，又不是人，又不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在那跳舞。然后我跟医生说，因为我不敢当着我妈的面说，因为做了几次都是那种景象，就在那跳舞。后来我就问这医生，我说大夫，那里头有个什么东西，你看在跳舞。他说哪里有？我说每次都有，因为第四已经第四次了。我说就是，就在那跳舞，而且还有一个是因为我妈妈太吃肉了，无肉不欢呐，她就觉得那个特别爱吃肉。然后呢，就做给她做小手术的时候，就怎么都进不去，您知道吗？其实就想把那个，因为胆已经拿出去了，那胆管想扩开嘛，因为它不停的那个胆管就成沙子了嘛，就堵在那胆管，疼痛不欲生。然后就想把这个进去一个小的机器，想把这个塑料的东西给它扩开，胆管扩开的时候，就是那个 ERCP 的时候，这个手术是非常轻的时候，这个是个协和医院最好的一个主任给他去做这手术，怎么也进不去。然后我一直就在外头跪着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就一直在那哭，围了很多人说这个演员在那干嘛呢，我就一直在那哭着。忽然间我接了一个电话，那人也是学佛的人，他说，他就跟我第一句话，他说，你不用在那儿做努力了，因为你妈杀生太严重了。以前我妈杀鸡什么的，说你杀生太严重了，众生根本就不让他进入那个，他在那挡着，手术进行不下去。我当时都傻了，而且这个人不知道我妈妈做手术，就给我传来这么一个信息，师父很可怕的呀。对，那就说那个众生已经，他吃那些众生已经在他的身体之内了，让我妈得了这个胆管癌。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许许多多的众生，当你福报还没享尽的时候，他在那里等待，福报享尽他就现行，他就来报复。啊，一般人不知道，学佛的人知道，那一定要忏悔，如果不忏悔，这个关还是过不去的。关还是过不去，一定要让他自己忏悔。那没错，一定要自己忏悔。别人代替，力量很有限。人家不接受。啊，对，不接受，不错。哎，一定要自己忏悔。
那当时我妈妈，哎呀，我也是愚痴，我要是明白跟我妈妈讲这些道理，对，我妈能接受忏你悔，人看家说你不定。能够看到，医生看不到。师傅，您说那是不是我妈吃那些啊，众对，生，是的，那些动物的众没生错，是的，就跳舞，对，一直在那跳着你能看到，医生看不到。哦，太可怕了，师对，傅。他看到的时候就是告诉你，也是提醒你。也是提醒我，也是谢谢。哎，让这些现象你自己亲自看到了，这不是假的。啊，小的时候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是因果的事实。啊，你没办法不信。所有不信的人，到灾难现前，他晓得了，来不及了，已经晚了。来不及了。啊，你能够看到，是因为你自己有善根。啊，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在过去今生种下的善根福德因缘，所以。你能够看见，啊，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我们明白了，我们干。别人说我们傻，哎，傻人有傻福啊。我那个时候学佛，年轻26岁呀，就吃长素法，多少人说我傻了。师傅，您今年吃了多少年的素了？61年。啊，可是现在呢，还有几个存活的在了，哎，看到我都说我对了，竖大拇指了。他们羡慕你。你走对，是啊，但是我虽然年岁大老啊，但是不没有衰呀。健康长寿啊，哎呦。那他们看得上，这是从哪来的？素食来的。啊，对身体健康没有妨害，只有帮助啊！啊，你为什么不干呢？啊，我在国际上这十几年来，常常参加国际会议。啊，朋友会友们遇到我的时候，头一个就问我：“你怎么保养身体的？”他不问别，就问这些。啊，我就告诉他。心地清净，素食啊，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身心健康啊。跟他讲别的，他不懂啊，这个很现实的。素食的利益啊，素食的好处啊，尤其是现在的肉食不干净的，可怕了。啊，不要说肉不敢吃的时候，蛋都不敢吃。啊，我们常常坐飞机，飞机上的饮食不敢吃，不知道它从哪来的。对呀。啊，所以我们在飞机上，我常常过去在美国的时候常坐飞机，我们都自己带便当啊。哦。带饭盒啊！哦，师傅，您在飞机上都带什么呀？带个，就是我们自己带个小饭盒。小饭盒，对呀，饭菜什么的，对，都是饭菜都有啊。哦，我们自己吃的。那多好！哎，到飞机上冬天的时候，请他给我加热。哦，加热哦。嗯，加热的时候他给我们换他的盘子。哦，是我们的东西。哦。哎，所以我们是旁边人看到说，像那个空乘小姐说，我也像他这样一番。他说他自己带来的。很多人羡慕哈，自己带来的，这个重要。对，你长途旅行的时候吃东西，这要这一点小心，最好自己带。是的，我肠胃不好，师傅有时候吃飞机上东西，我就下来就要闹肚子。那没错，是啊，嗯，真是。哎，旅馆东西都靠不住。是啊，嗯，它不卫生啊。对，对对对，嗯，是。
感恩您师父，感恩您大慈大悲，给我们回答了那么多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特别的感恩您，感恩您师父。